本不出好东西，总是两三个组件糊弄我们，每次满怀希望最后都变成绝望。以前特殊行动几率很高死枪，现在呢总是组件，我怀疑我被系统给针对了。那是你们伤害太不平均了，以前差距不那么大，打的输出都差不多，现在两极分化严重，强的能直接单刷，弱的只能打一两点输出，输出不平均当然是内伤了。建议你弄个固定段，这样几率大点。还有这个队友的等级关系也很大，最好就是选择等级相差不大的，每次打特殊行动有一些等级低的玩家大概率会是绿色箱子，这也是我打了很多本总结的经验。大家都知道特殊出纸箱概率是最大的，只要相差不大纸箱基本就稳了。这次我专门控制输出保持平均值，爆了个紫色箱真不错。快点我看看有啥好东西。还行，一个炼士，现在一个月出一个配件真的是煎熬。我觉得表妹说的挺对，两极分化太严重，强的开枪顶得过别人开十枪。有些人拼了命打输出伤害却很低，你说他偷懒吧，他打得比你还勤快。这开了狗看了都摇头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